来，再一次吧。对啊，我刚开错了，我他妈我真的晕了我。不过还好啦，前面失误，不要后面失误，像刚刚那个就是后面失误，那个真是吐血。啊，打到哪一年啊？应该2019年应该打得完，我这样想。会这样问的玩家，我敢讲，你没玩过魔队，你绝对没有玩过魔队。你只有没玩过魔队才知道，我这个魔法已经是超快的了。知道吗？我以前磨都是磨的吗？那个好几个小时的，这现在是我爸配出这种快速磨队，干得好啊！对吧？没玩过没关系，可以看看，可以看看。这磨队有它好玩的地方，只是你没有去尝试过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去做尝试的，你知道吗？感谢订阅，感谢很内行内行。时间不是问题，还好啦，我今天特别早开啊，我的目的就是，对不对？就在玩磨队嘛。是这样吗？看，就算不是，我也说是啊，才迷你。开出技能冲啊！对啊，开出技能，不然我要再摸一次。我想说，直接从那边开始哦。刚是可以不用重来啦，真的影片妈变超级长的啊！实况组不好当啊，各位，也是实况组的心酸啊，只有实况组才知道。不知道谁他妈跟我讲说什么实况组超爽的干嘛的？然后我是跟他讲说，也是很欢迎他来当实况组，看看实况组是不是那么轻松啊。不过通常我问这句话，十之八九没有人会来当实况主啊，因为做过一次就知道很辛苦。你自己做过一次，我干，原来实况主他妈吃力不讨好，那我干为什么要做那么累？然后又要遇到一些酸民在那边跟你唧唧歪歪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个真的是，对啊，所以真的是要加油啊，加油！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，感谢追随，感谢追随。3000多回合哦，有啊，以前有过啊，我记得以前平均都是上千回合了。铁人就用这一队就很简单啊。改半天哦，不用绑大蛇哦。我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哦。因为阿努比斯的倍率跟半天应该是阿努比斯比较高，因为他有双重增伤，而且增加暗珠掉落率这个部分。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半天的倍率，而且半天是吃全神还是吃全暗啊？我有点忘了。讲半天的那个是谁？全程只用魔对吗？哎，没有，未必，因为我这个账号用魔的比较稳。哎，已经很快了，我已经魔这个速度超快了。半天是全程啊，倍率哪一个比较高？阿努比斯跟半天哪个比较高？有人知道吗？阿努比斯跟半天哪个比较高？倍率哦。你要阿努比斯有开技哦，有没有知道？还是我自己看了，我怕有人又看错，等一下我又他妈重打一次，很靠北。4倍在1.5倍嘛，消无鼠在1.5倍哦，
干，那这个比较好用。这原本就 4.5 倍啦，然后又含主动技增上 1.3 倍啊，这个比较好用啊。黑金卡还是有黑金卡的价值啊。这样，阿努比斯 4.5 乘 1.5 乘 1.3 没错，翻天四乘 1.5 加天降一对暗，还有天降暗，我思考一下，翻天哦，没有就一样主法、啊，我思考一下，我是觉得那个整版水珠很难控制，你知道吗？翻天，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了、啊，不然我先把这队打过好不好？把这队打过，我们再等一下再试你们讲那一队，这样好不好？两队都试，这样比较安全啊，不然打一半。对，阿努比较稳啊，谁开关要两倍要讲清楚，因为我这样看不出来。因为阿努比斯可以开关，那饭店可以开关吗？黑金当号变魔队，没有，我以前就是用这队了，你们可以去看我以前的影片。很久了啦，只是你们可能是新玩家不知道而已啊。这已经是玩很久以前的队伍了。我开机的那个当下啦，哪一个倍率比较高啦？我个人认知阿努可以当队员，然后饭店再放在右边，可是控那15颗会有点难度。干，按住有点少哎、思考一下，应该是没问题才对。OK，没问题。如果没算错的话，伤害应该是不用再开龙哥一样照样过。阿努比斯按住天降掉落率增加，所以不是那个不是赛道的，有人都一直看不知道这一队的特性，结果按住一直掉，那运气好不是？阿努比斯提升按住掉落率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强的伤害。龙科不用开哦，看到吗？准备刷一波气了，观念很好，不错。不过刚才那样，刚才龙科如果最后关只需要开一次的话，我跟各位建议还是要开了，还是要开龙科啦。因为刚刚那一关一失误，你就是再来一次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只是示范伤害给大家看，是没有开龙哥是一样可以过的。那我不试，你怎么知道可不可以过嘞？双子怒那远超过艾德了，对啊。艾德现在因为太多卡可以取代了，所以艾德他没办法出场，原因
很简单，就是贝率已经没有像现在的卡牌那么凶猛了。等一下我们再来示范你们刚刚讲的那个队形啊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那样配也是一种配法哦，那样配也是一种配法，我觉得可以哦。这关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脑打这关。直播把它灌走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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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回合，算过的哈。嗯，不要笑到火柱，这要注意一下。叠出。我刚好消心珠，不然会死掉，很危险。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。你已经看到那个血不够，就不要硬干了，你知道吗？哦啊，因为我这队有个好处，因为我都随时有双子，所以肚子饿就开下去哦，就可以吃哦。哎，对，这是因为造型没错。猪有点多，稍微消耗一下火猪。像这样危险的时候都可以开双子，血满是大胜队的一个关键，血满就几乎就不会死了。双子的强化心基本上要补满，很简单啊。刚为什么要重打？因为刚没有连到五颗啊，然后我搞错投票的那个啦。刚以为讲说投票是那个，结果后来有人讲说投票是说吃屎没有错、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再打一次临时通关的，这队可以临死啊，就是真的可以临死啊，而且没有很难啊，我刚试一下，就尾王你只要过了就过了，尾王伤害那我基本上我又留了两次的龙科，所以我会觉得很轻松啊。OK， 没问题啊、哦。来，直接开机带走。干，开出没有用到五连珠啊！哦，不过伤害是很够啊，没有用到五连珠啊，靠北。这一下千万不要打太大力哦，打太大力啊、不用担心，我也打不大力啊。这边我就把火柱全部消光就对了。这一关跟最后一关有点像，
也是随机转一颗的。我的建议是每一次都要把那个火符石消掉，不然他妈的你又是帮他补血这样。靠北还是小草，我补的不多啦，他妈补一滴这样，因为你伤害很少嘛，补的血相对是少，所以我在做爆发的时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懂我意思吗？留下你的攻击珠，把火珠消掉，一波爆发就要送走他了。但是你要把全部人技能都出起来，包含大蛇也要。再撑一回合。原来珠已经够多，我觉得可以再撑一回合就好。干他妈火珠怎么多啊？干还不要按珠转掉，没关系。因为他有两回合的阿索比，所以你补血不是太大问题。然后要算一下你消的火珠量啊。像这种他妈一整排的火珠，你不用想说下一回合要爆发了，因为下一回合爆发一定会失误。然后你等按珠有够多的那一波把它送走哦。干怎么都没按珠啊？干做坏了呢？我不是说开阿鲁比斯吗？不是按珠掉落率大幅提升，阿努比斯派给啊，对吧？现在魔队很少啊，阿努比斯派给啊，对吧？按珠掉落率不是大幅吗？你居然还是给我转你啊！呼，我一直抓按珠欸，干是怎样？为什么现在转了那么多颗啊？好，哎，好机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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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喽！再来，走 ，OK。我吓死了，要开大蛇增加抗魔术。没有啦，没有锁效果，锁效果没关系，重来重打一次，可是又很耗时间而已。伤害很轻松吧？伤害很轻松吧？我操！可以减伤欸，有没有看到？可以减欸，我买先补一下，我要确定我的暗珠是哪一颗啊？看有没有知道我暗珠是哪一颗、啊？我暗珠是不是这一颗啊？不是欸，也不是这一颗，这一颗吗？我暗珠是什么珠啊？火还是我？这一关又没有差，这一关没有无视减伤。新珠是暗珠、哦、，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什么这一关没有五次减伤，看不太懂。哎、嗯欸，对啊，这一关慢慢磨过去就好了，磨五回合就好了。谁跟你讲这关消我会回血？你狗，我不会乱靠。
哪一个是新猪啊？看一下，好，光是新猪啦 ，OK 啦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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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追光才是关键啊，各位，光猪是新猪啊。每一回合补满血哦，记得哦。我们要创造魔队的传奇啊，各位！这关才是难搞的，好不好？但这关不会说死啊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这关只要不说死，我都觉得好处理。等一下，他 CD 怎么跟光卡之源不太一样？哦 ，CD 二一啊，我喜欢皮管。磨一下，真做7000多也轻轻松松啊，各位，真的轻轻松松啊。那轻松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啊、哦。汉联想磨了，帅爆了，对，真的啦。不过他妈的这一关是不是会特别加成那个？那个转的珠量啊，妈感觉好像比刚刚那个多哎、欸。我就按火珠好多、哦。转水珠漂亮。一波气刷过去啊，各位观众，龙科脉动，再来，再来，来哦！哦啦哦啦哦啦 ！K， 啊，我一次机会啊！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伤害不够。思考一下，叮叮叮叮叮，加油啊！好啦好啦，起！效果做得不错哎、欸，效果做得不错哎、欸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再磨一次，我们有两次龙克的机会 ，OK 了 ，OK 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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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没有帅到，我们等一下再帅第二次好不好？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。K 叫我，对啦，我刚刚在叫格斗天王那个是 K 啦，那直接通关不好看啦，你要做一点效果的啊，嘿你啊，嘿你啊。
阿奴不能再开关的啦，我要增加那个，对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还一次龙客的机会啦 ，OK 了 OK 了 OK 了，嗯，啊没有，因为现在打都基本上都是抓痒，所以那个伤害不会影响到我们等一下再一波的大爆发 ，OK 了哦。不好意思，让各位刚刚吃饭的喷出来的那个哦，百姓感到很抱歉哦，包容一下。好想快转，这个就是一种期待感呐，嘿啦，期待期待。可以先刷了。对，没有爆发伤害都不高，所以没什么差。因为大圣魔对我不怕，我帮他加的那一点点血啊，就算你没有龙科还是磨得过啦，只是你那个天降要靠你那个大蛇去做搭配，要靠大蛇去做搭配，不太好用啊，不然就珠子要刚好有够那么多颗。我们等一下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再来一波齁。欸，现在爆发那个都很痒，都无感。不过不错嘞，刚刚那样，因为我那个龙科只有5%，无视拼图只有50%而已，那已经等于是打，我要打18000多万嘞，懂我意思吗？我这时候把火柱全部转光哈，把它转掉哈 ，OK 了 OK 了，赶紧火柱，你再给我多一点呐、啊、你呀、啊，生气哦我讲。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用那个暴力队。过不 OK 啊，魔队才是潮啊，知不知道？魔队才是潮啊，不用担心，没血就是开我们的双子就对了。那暗珠会不会太少啦、啊，兄弟？那暗珠有够少的哎、欸。然后刚才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开大圣，因为你会把状态推掉，这是另外一个原因。你等一下看一下我开的技能就知道了。我个人是比较偏好用那个大蛇增加 combo， 我自己偏好，懂吗？暗装火这游戏很棒，暗珠要5颗是不是 ？OK OK。等下为什么要5颗？因为阿努比斯的关系嘛，我有点忘记了。阿努比斯要5颗是不是还是怎样？暗珠被着火。他故意的啊！你再给我转一次哦！我羞气呢，一波四连刷过去啊！各位观众，叮叮，叮叮，叮叮，开，大蛇！各位观众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过来！噔噔噔噔，龙科脉动，有没有看到增加 combo 数啊？很好用啊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、啊。我现在龙科留在这边，我省了很多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龙科留在这边，真的，你这个打这边就快很多了。哇，这边要我干，每次拼那个拼图去磨，干你又想吐血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吗？一波 seven 刷过去了、啊。哦喽喽喽 ，The King， 哦，我的耶，大圣不败啊，各位，这个时代啊，玩大圣才是潮啊，知道吗？临时哦，学起来啊 ，OK 啦 ，OK 啦，不错不错。很轻松吧，很轻松吧。1.5倍比大蛇效益高，我不确定啊，可以试试看，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。